看到雨安就是对你笑，对全青做很多很贴心的事，然后就会笔记起来。他在说，他在说你把我当工具人，还放闪给我看。你的乌邦一咬有特别嘉宾？嗯。放那边，放那边，放那边！来来来来，欢迎我的乌龟翼。购物人今晚想来点咸鱼汤，折钱被放闪，还做笔记。我会在你熟悉的十字路口，想象有天你会从这里经过，或许。这样的生活，没有痛过就不能懂，没有爱过就不感受，没有你我曾不是我。所以服装的部分你们两个有要穿比较露吗？欸、完全没有问你，没关系啊。不过因为你们都有乐器，你们都还可以遮啊。你是说先遮下面，就单穿吉他这样可以？我就在台下看啊。你有要想要干嘛干嘛？我现在没有想要干嘛干嘛。但你有发现他们想要干嘛干嘛？有，我有慢慢发现他们想要干嘛。因为刚好我们也最近在上肢体课，所以是在预告那个小巨蛋或者是高雄的演出，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动作之類的，因为看起来比较好看、啊。哦，就如此，所以公司花钱让你们去玩了，这样。要跳舞了。你的乌邦一咬有特别嘉宾？嗯。放那边，放那边，放那边。来来来来，欢迎我的乌邦一。这个是你们故意塞梗给我的？没有，因为刚刚他们经纪人突然很严肃的说。晚餐还是要吃，今天吃鲜鱼汤，因为要连这三场演出嘛，包括票房，然后还有演出的环节跟桥段，现在都已经 OK 了嘛？还没，那就还在恋爱的部分，我们在失恋了。他们两个人会不会造成你很大的压力？不会不会。我们教他怎么生存，教他怎么在情感中生活。他有一首歌，我觉得也是蛮有趣的，是跟关于要提分手这件事情。一念之间，对，好像讲的是我的专辑，什么意思啊？我刚刚讲完，他们说，哦，对对对，还记得这首歌吗？是在告人的第三张专辑里面收录的，对对。当那个女性角色啊，先提出了要分手的这个决定的时候，结果对方的那个态度却让她意想不到。所以才在最后面写了那个没有我你好像过得不错。对对，其实是这样。是你的心声吗？不是啊。哦，吓我一跳。热恋中好吗？跟你们一样。哎、那你呢？我觉得你最近状态很好哎、真的，我是说真的。有化妆？有化妆吗？你很难聊哎。你说一把大气声说出来、不是，不然我们来聊聊哲谦的这个直男日记好了，好不好？直男钢铁直男日记。所以你最近有重心的东西吗？最近就是在那个，你不爱，该不会连这个也聊不起来吧？他们那边是宽屏啊，你这边是波姐。波姐也太强了吧！你们都住宜兰嘛，对不对？而且其实我们住附近啊，我们中间就只不过隔了几块田，你们还是两地跑嘛？对，我们还在通勤。对，而且我们会持续到未来每一刻。那你都什么状态下会拿菜给他们？吃不完的时候，所以你也算型男主厨嘛？就是你会煮料理？我不算会，但我就是都是帮家人提菜，怎么样看知道是新鲜的？这个特辑好像可以做。那不然我们现在就开始挑食材喽！欢迎来到哲谦厨房。每一个时期的你们都有不同的状态，那你们有没有觉得哪一个时期的确是比较辛苦的？第一张《迷雾之子》过后，因为那时候的生活比较不稳定，对，我们想去演出。我很想去演出，可是我没有钱加油，就是演出接得到，对对，但是过不去。乐团赚的这个钱要拿去支付其他的东西，对，其实有将近快一年是没有拿乐团的钱，那我们必须靠其他的，比如说可能去餐厅打工，教爵士鼓啦，管一些乐队的那种，比如今天如果在西屯演出，就开车去，结束要回来我就吃米去，
就回来没办法过夜。对，对，因为没有钱住宿，然后就睡那个休息站。那时候其实还在读书，就还在实践，然后我就真的是靠妈妈养。我这样载她从宜兰到台北上学，载了2年多。对，然后晚上因为没有钱吃饭，所以去她妈妈家吃饭。然后在她上课的途中，其实也刚好让我们可以创作，我就到处去聊天。嗯，跟鸡蛋糕老板聊天，差点选里长，对不对？对，大直里，大直里，他们都叫我小潘，小潘啦，又来啦。他也是吓到，是因为他上他刚好学校那天有体育课，他发现我在他们对面的健身教室在跑步。重点是他不是学校的学生。他不知道他们学校有烘焙教室，还有饭店实习。然后我说你们那边、欸、很香呢、欸。然后那个做面包有那个有在发，然后我就走过去。我在那边省餐钱。他的老师们看到我第一句就是、啊、你又来接他下课了。对啊，可是你从头到尾都没有在那边上过课。对，然后我还进去帮他烫衣服，之后他们要画一个服装作业。然后他那个男生想不到，我说我画，让给我，就给他玩一张。我就。尽情的画，不是我跟你讲，我是去派大星，而且我酷怎么样？哎、欸，超屌！我觉得这一定很猛，老师一定会喜欢。就老师真的选了一张，这画的很好哎、欸。不是，然后我在教室的门口大笑。他那一天很生气，很生气的冲出来找我。我现在不想跟你讲话了。我觉得最呕的事情是，我真的要把他画的那个荒谬派大星 做成实体。老师还特别表扬哦，这个真的很好、啊，谢谢。我付出一切终究错付哎、欸，对，终究错付了，所以这也是你放弃服装然后打歌。终于看开爱，来，第一首倒带。终于看开爱回不来，而你总是太晚明白。不用那么认真唱。好，这一题我刚刚举手的原因，像是警告自己不能屈服。什么歌啊？叫做陈思怡，真是。像是警告自己不能屈服，向往从前。你们唱的是那首吗？啊，对啊。还有三个版本的 MV 耶，不是因为我的确也很熟这首歌，可是刚刚这样子突然进来，好，没关系，还好有你，太突然了，还好有钢铁直男。穿好穿丑不计较，怪东怪西，麻妹小你的心，我会永远记条条，因为我是。哦，我知道，我什么？给奥，中奖好厉害，我给搞，万你万的话未晓。抱歉。我知道。不是洋娃娃，你想要原来终究有人会哭啊。歌名，快唱完了。哎，你帮忙想啊，歌名是什么？我们是同队的。5、4、3，那个副歌。一，云安，加加酒。我的爱一出就响。哦，来。云安，周杰伦，七里香。我的爱一出就像雨水。哎，甚至不武啦！你的电话我还是接了，你敢不敢？许佳莹，答对！这首歌我一定要答对的，这是我跟我另外一半第一次认识，然后我们一起唱的歌。好的，没人想知道。哇，没人想知道，是我就是要讲啊！怎么样？我节目我就是要讲，把他交朋友嘛，对不对？给我一瓶酒，再给我一瓶。我知道，真的。好，王乐队，我还年轻，然后我还年轻。歌名是什么？我还年轻。城市滴答响。我知道。我先。我。剪刀石头布。耶！城市滴答，小巷滴答，等等。你们的歌啊？什么歌？他不容易。你可以讲一下那个鼓怎么打吗？这首歌的鼓。不要再问谁是对的，谁是错的。倒数，快点倒数。那个伤心的人变成哪个？谢谢。怎么可能？我又输了。我每一次都是很认真的玩到最后，然后都输，就是输。那你有随便玩，然后就赢了吗？这样没有。千哥，我们要被打，你知道吗？千哥喜欢啊。哦，那个哎，就是切蛋糕那种感觉。1、2、3，啊？有啦！好啊！接下来下一位，一二三，啊，好痛啊！
谁最健忘？三、二、一。Hello 对。对。我到公司第一件事情就是，哎，我们等下要干嘛？哦、oh, ，我怎么忘了我等下要干嘛？对，然后他的钱包可能会忘记，手机也会忘记。对，有一次我钱包就这样放在那个饭店大厅放了一天吧。对。然后但饭店大厅也没有人发现那个东西在那里。对。然后我就走过去，哎，那好像我的钱包，哎，是我的钱包。请问谁最有偶包呢？三、二、一。就是我的发型，就像我的发头发。就比如说我这样，哎、欸，不要动，所以有到那么严重哦、喔？哎、欸，很严重哎、欸。想说帮我拨一下，这样遮到眼睛，发型师就突然，你在干什么？请问谁最笨，或者是最傻，或者是最不拢工的是谁呢？三、二、一。我还有自知之明，不拢工之王，就是他最常讲错话。谁最爱吃？三二嘟嘟嘟，我们可是代言 代言过美食品牌的乐团呢。请问谁最懒惰？三，超简单的。二一，谦哥，你只能举他了，真的不得了。我跟你讲为什么？因为他是唱歌的天才，不是天才呢，几乎不练习的。不大家放假的时候，谦哥就一直在打鼓。他就写新歌，然后一直弹吉他。然后我休假就是，你休假在干嘛？我休假就在干嘛？我休假也在写歌跟打。最好。不可能只有你没有吧？谁是贴心鬼？三、二、一，三个。哦，真的吗？我以为。因为我们两个没有带的东西，谦哥那里通通都会。他有指甲剪啊、药膏啊、锉刀啊、你这样笔啊、对啊对啊，你这样你这样讲是工具人，这不叫贴心。贴心。会一直看到宇安就是对你笑，对全勤做很多贴心的事，然后就会笔记起来。他在说你把我当工具人，还放闪给我看。没有，不是的。没想到有时候波接的杀伤力也是蛮强。